15:30在六块作战拍摄，是3228次进入三星港后移的，围下圈呢。然后准备驶进六块作战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及观后的影片。所以刚刚3228次进入三星港后移的围下圈呢，驶进六块作战。这个3228进入三星港后移的为小圈的时间六块作战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多多订阅我们的及观后的影片。你860+159为小圈的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多多点我们的及观后的影片，先这样，拜拜。